摊位后方就是一大片铁皮围篱，镜头拉远，嘉义弥陀夜市招牌高挂，原本是夜市摆摊的土地一大片都被铁皮围篱围起来。 地，大约3000平，大多属于国小用地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程序，渴望变更为住宅区。铁皮围篱内土地大约600平，私有地主准备出售，夜市范围因此缩小。驼鹿夜市这边，好，属于嘉义市东区，好文教区附近的学校林立，好那生活机能也佳，好附近的土地取得不易，这两年大概有一至两成以上的涨幅。就是以前这边。 那边也是可以逛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全部挤在这个通道上面，就觉得很窄。经济价值上面是一定高啊，可是说真的，夜市不见得，可惜的成分比较高了。逛夜市民众普遍感受到动线和以前不一样，逛起来还有些卡卡。房仲眼里看来，夜市所在地属于嘉义市区精华地段，对地主喊卖土地并不意外，恐怕连带影响既有夜市的发展。夜市场主也不排除带着摊商另找土地摆摊。三立新闻张哲如、王宇文嘉义报道。